场接下来马上将会进行的是奏唱国歌的仪式。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这场比赛多位荷兰足球的名宿都是出现在了阿姆斯特丹竞技场，戴维斯、范尼，还有目前正在给范加尔当助手的克鲁伊维特，加上雷西哥。好像是不是范马维克呀？goed samen voor 265 wedstrijden en 89 doelpunten. 目前镜头当中还没有给出一个范马尔维克的进球。Ik wil je graag heel erg hartelijk bedanken voor alles wat je voor ons hebt gedaan en ik wil je verzekeren graag dit geven. Ik doe dit graag samen met Bert. 戴维斯目前是在英格兰足坛复出，依旧在继续着自己的足球生涯。200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戴维斯在荷兰非常的出名。我记得我去看欧锦赛啊，在鹿特丹的许多高大的建筑上啊，大幅的戴维斯的照片。戴维斯穿的这衣裳有点，稍微有点不伦不类。雷奇格、戴维斯还有范尼在赛前是接受了荷兰足协官方的纪念奖颁奖。戴维斯和范尼两人这身衣服如果换一下的话，可能会显得更协调一些。克鲁伊维特，荷兰的球迷也是希望他现在以教练的身份能够带领荷兰队重新证明球队的实力。范马尔维克当时的那支荷兰队在南非世界杯上登上了顶点，世界杯的决赛0-1的比分惜败于西班牙，回到了荷兰国内是受到了英雄一样的礼遇。但是随后的两年时间，范马尔维克的这支球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而且马尔维克也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所有的矛盾在欧洲杯的比赛当中集中的爆发了起来。之后范马尔维克去职，范加尔带领荷兰队重新上路，